啊，你是第一个，对，好的，第一个就来这么狠的。来了，你觉得我压力超级大，因为我们厂牌兄弟们一共来了8个，然后在我之前都没拿到。 为开始去shining的高级的钱，不同于being的 yesterday。谢谢。JK 啊，用身体扛住瀑布，告诉你真理在为你铺路。前面都是路障，把它掰断。好，谢谢您。背景的写的歌再不放 ，I'm the game and I wanna not run。我觉得设计上也是有问题的。像是像乌林争霸，我用七公波。谢谢你的表演。好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 一堆人喊着拿冠军，但脸上却写着“明年我必来”。谢谢您啊，我们解决就考虑。站在对面的同类，把眼泪都存进你的保险柜。谢谢哥。Freel的招牌从来就不是我在扛 ，Paper、KC 和思源都没拿到，那我压力就会变得特别大。本来我是过来陪跑来着的，那我也是。 需要一份子嘛？那该我站出来的时候，我会当仁不让。二万是我们这帮兄弟当中，我觉得是对这个竞技舞台最有经验的，所以非常放心他。二万来了，我才不管你是银河战舰第几代，你反正别想加入我们几个的比赛。你说你开着德国牌的战车来，二万， right， 那么领个号码牌，再等几礼拜，哈哈。 轻松的搓个勺子送给你，趁你一个不注意，你再看比分几比几。我求你别着急去拿笔记笔记，毕竟我的创造力是随意踢你的力气。今晚前菜油炸丸子主菜牛尾巴，你钱带了没啊？没有那我请你吧。我的 flow 跟行云流水顺便帮你结小费。My red 的力度就像卡洛斯的万角背舞，别不太舒服。帽子戏法而已，别在地上匍匐。游戏到结束，你还在赌徒，最后一刻教你学会忍受孤独。拜拜。 稳，其实我超喜欢你的。我觉得你是 hiphop 圈里面比较真实的那种，就很 real，做自己。我觉得今年，起码在我这边，你是绝对值得一条项链。对，来吧。 来吧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我还有一句话可以跟你说，过没过没关系，你要踢坏他们的破牌饼，今天最好笑的事情，没让 S Paper 过海选。 我很喜欢二万啊，我觉得他很 real， 他是坚持自己风格，然后也不管别人说什么。我觉得他很酷，就是对 ，yes， 我觉得发挥特别好，然后尤其帮厂牌拿回了一套金链。Free out中间联合，哇！你可以随时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吧？北京，广顺，辉子，来了，啊！ 我喜欢说话直截了当，不喜欢去绕弯的，讨厌卖关子，也不太喜欢那帮管的太宽的。太棒，太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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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
我四句话要人就关了，又酸着的货又窜了的汉子都叫得正欢的，你腰板硬，我想搬的把螺丝拧弯了，弄断着的路更宽了，我把你种的梦翻了。到2024，看哥从山顶起跳，
先挤掉那些比较菜的，你要玩不起就会被人取笑，看你摸火坑里跳，身后证明着礼炮，不要拿你所谓的影响力去操纵人的喜好，不要只在意体貌，要在意音乐的曲调，不要在你无礼后再跟我说人要讲礼貌，你们为了找到依靠说话都降低了语调，我要是吃火锅你都吃不着火锅底料 bro。 Shout out to 狗哥月哥，七年没见，这地方还是没变，我不在乎对手是谁，爱是谁是谁吧，随便，我没得过冠军，但冠军给我当我陪练。 Peace out。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，这首歌叫北派，就是很传统的那种北京说唱，嗯，就是有 punch line， 对，然后有押韵。这段 verse 我是个人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，我感觉他这个个性，他这个人的这种风格，就会让我很想要去支持他。如果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会把握好吗？一定，一定。来。北京，加油啊！看好你，谢哥哥，加油！谢哥哥，感谢。我更想要去挖掘一些缺少机会的选手，失误没有关系，他们的音乐真的很好，真的很棒，他们的音乐真的是值得被更多人所听到。我希望可以给他们这个机会。